你别笑。作业转一下眼睛吧。这里就一根火腿肠了，那就给我们最亲爱的哪吒吧。来，哪吒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快！哎妈，真香啊这！我会唱歌，我会唱歌，我会跳舞，我会跳舞，我会飞。你放屁！来，孩子们，今天我们学习这两个字。嫌犯，嫌犯。他说啥呢？他说嫌犯，不是嫌犯，是嫌疑犯的嫌犯。他又说啥呢，二哥？他说嫌疑犯，不是嫌疑犯，是犯人的嫌疑犯。哥，他又说啥呢？他说放冷的嫌疑犯，是有一位嫌疑犯。不是哥，他喊啥呀？他说有余味的咸鱼饭。有些人平时看起来凶神恶煞，但是当他一笑起来的时候